金黄柑橘榨成果汁，香甜可口，营养满分。南韩济州岛名产柑橘现在被青瓦台当成礼物做农产外交。경제는큰바닥이있어요10월전부터수확하고있는게47만7천톤생산돼요저일부우리가지금수확하는데서통화대하고이제농협대공부하고南韩大手笔霸气送北韩200吨柑橘，总价值超过台币1000万，一共分装2万箱，每箱10公斤，装好装满，透过军机分两天直送平壤。北京한라까지뭐이런말도있으니까또원한다면한라산구경도시켜줄수있습니다不过文在寅也不是平白无故送礼给金正恩，原来今年9月北韩就送了2吨松茸给无法参加离散家庭聚会的南韩家属，总价值超过台币4600万。담례품으로제주산귤을택한이유는제철을맞은데다평소북한주민들이맛보기어려운과일이기때문이라고설명했습니다济州岛除了柑橘好吃，也是金正恩外祖父的出生地，因此南韩投橘爆松茸，外界解读文在寅心思很不简单。대북제재에저촉되는지에대해서도내부적으로검토했다며영리목적이아니어서문제없다고판단했다고설명했습니다南韩东亚日报分析，青瓦台回礼代表金正恩有望在今年内访问首尔，亲自品尝南方美食。南北韩关系暖化，或许就跟柑橘一样开花结果。三立新闻综合报道。